佳妮化身小迷妹，上完妻子的浪漫旅行以后，增加了好多的粉丝，很多人喜欢她，人气爆棚。对，然后每次大家看见我的时候，都会问说：“哎，你老公呢？”我说：“好好，下次一起，下次。”现场上演买家秀，夫妻连声夸赞，撒糖不断。你们有没有，比如说一起看节目，看弹幕的评价呀，你们微博的评价，有没有关注这些东西？我也会说美哥好帅呀，腿好长啊，戴眼镜好好看呐、啊，什么的。反正我看到的都是这样。我看到的都是，丹妮好美啊，丹妮好帅。又到了这种环节。更多高甜糖果，记得锁定4月1号中午12点，芒果 TV《甜蜜的任务》呀。